小小三番五次为难阿梅。你在干什么？谁允许你在这里吃饭的？肯定不能啊！你起来，过来我跟你说，把饭端上。爱们，你们看嘛，这什么情况？阿梅居然把那个饭带到，快走！居然把饭带到办公的地方来吃。我作为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对不对？我应不应该说他？应不应该批评他？真的服了他了，这又不是食堂，我们办公的地方又不是食堂。来这里，你站这里，你就在这里吃，你不要在办公的地方吃，听到没有？对，我在这里吃就行，我不知道不可以在那里吃。你不知道？真的不知道啊。办公的地方，你用你脑袋想一下，你也知道是不能在那里吃饭的呀。你不要把你农村的那些坏习惯带到公司来，行不行？你基本的公司的制度你都不知道吗？你看谁像你一样，还端着晚饭到办公的地方吃，你还在那看报表，那你弄得到处都是油，真的是！你这样子的话，这公司像什么样子啊？大家都跟你一样拿这个饭到公司里面来吃啊？你以后就在这儿吃。你要是要拿进来吃完，你就在这儿来吃，听到没有？等一下，哎，干嘛？王飞哥，你来了，他要辞职了，他不干了。哦，辞职。他不干了，他要回去了。那你回去啊你。那不是，那我给你交代的工作，你说你做不好，做不好就是不干了呗。你让我干不好的吗？你说你干不好的吗？小小，你开除阿梅呢？他干不好，他说他干不好。是不是你要开除阿梅的吗？他自己要走的，不是我要开除他，自己说他干不好，干不好的意思就是不想干了。怪你吧，你东西，你看他东西都收拾好了，东西你让我。等一下，小小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不是不来了吗？你不是也要走了吗？谁跟你说的？我爸那天跟我说的呀。你不是要退股了吗？那我现在退了吗？没退啊，但是你不是准备退了吗？那是准备，还没退。啊？在我还没退之前，这个公司还是我说了算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吗？谁给你的权利？你干嘛？身份证是没事，阿美，你走。没事，你先放下。他说要开除你，是不是？是这么说的。没事，你不要管他，你不要管他，你好好上班的。没有疑问，你什么叫先辞职回去？没事，你先上班着。然后这边，我这边不管做什么决定，如果我说我不在这个地方做了的话，我肯定会把你带上。我去哪里都会带着你的，你放心。不要因为我这样子，我现在不是快过年了吗？不过我就先回去过年，先辞职走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过年？20号那还差几天的嘛。没事，先干着这几天，然后我这边看怎么弄，我这边决定好了，我会不管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带上你。如果我去别的公司自己做了，我也会把你带上的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不要因为这样子，还有就是刚刚小小说的，你准备要做这个事情，你要想清楚。没事，这些我自己会知道怎么做。好，不行，你就先上班吧。我去找小小说啊。好，你上班着，你不要管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这边看怎么弄，想好了我会来跟你说的啊。小小，你干嘛？王飞哥，我跟你说，阿美把那个饭带到我们公司办公，就是办公室里面去吃，然后我现在在这儿批评他呢。
皮皮的，你皮皮的干嘛？他这饭肯定不能带到公司里面吃啊，到时候。你这，你看你这搞的什么？那肯定是他自己吃饭的时候吃漏了。什么自己吃饭的吃漏了？我明明看到你把饭撒到人家身上了。那他也不能把这个饭带到公司里面来吃、啊。谁规定的？谁规定的？不能把饭带到公司里面来吃的。就算他犯错了，来，咱们可以啊、哦，没事啊，该罚款的罚款，该怎么样的怎么样。但是你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什么情况呢？你这是，你说你现在把人家搞成这样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王飞哥，你这么针对我吗？你这来，阿美，你傻的，像刚才一样傻的。没事，你傻。什么不用了？他把你搞成这样子，你他刚才怎么？你怎么能让他傻我呢？你为什么要傻别人呢？那他犯错了。他犯错了，他犯什么错了？他这东西他不能带到办公室里面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他的领导，我是副总经理。阿梅什么时候在你的管辖之内？我早就交代过阿梅，他只属于我自己管。那我爸还是你的领导呢？你爸是你爸，你是你，你是我的领导吗？我说的允许他们，他带饭到公司里面来吃。叫我爸来，我爸是你领导是不是？你叫来没事，你笑吗？是不是针对我？有什么针对你？你做的什么事情？我看在眼里的吗？去叫我爸。什么没事，阿梅，这个事情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他这样子太欺负人了嘛，对不对？他皮什么对你这样子嘛？你看你衣服都搞成什么样。本来是这个，本来小小说的也对，是我确实影响了公司这些规矩，我真的不知道不能在那里吃饭，所以才这样。他也是为了公司好，没事的这种。什么叫小小说的也对啊？他也是为了公司好，本来员工就不能在那里吃饭。但是王飞哥。就算员工不能带饭来搞卫生吃，也不允许他这样子，不能这样子做，是不是？没事，这也没什么。他这样子有点就有点看不起你了。没有。行了，那个走，等我这样子，阿美，这个事情的话你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，然后我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的，然后不用什么交代，王飞哥，这个没事，本来就是小小也是为了。这还没事，你看把你带到这里干什么嘛你？没事，你不用，王飞哥。啊。不用为了这个事情就让自己为难吗？这个不为难，本来就不为难什么嘛，明明是他自己做错事情了。你看我又没什么事，对不对？没事。对了，我把这个扫进去洗一下。全部炸！你过来，等一下，阿美。来，把这个地方扫了。把这个地方扫了，来，快点，让你扫你就扫啊！来，把这个地方扫了，然后给我通了，一会儿我来检查啊。是阿美，这样子啊？就是不用为了这件事情不开心吗？开心一点。开心，是你要开心一点了。没事，你这样子，你把碗放了，然后我带你去，今天给你请假，然后我带你去买身衣服。我看你这衣服都砸了，都，好不好？那我去换就行了，不用买。没事，怎么样？我就当是给你弥补一下，好不好？走，我带你去买身衣服，快点扫。那走吧。